岔防走光，设有黄射一机制，田朴珺上下皆开岔，走动时手紧紧捂住下摆处，死活都不敢松手，上台颁奖也要用手卡捂住，这上下不顾的样子太危险。吴宣仪身穿透视裙，从出场就开始捂开岔，拍照的时候更是不敢转身，也是相当费劲了。迪丽热巴身穿蓝色丝绒裙，在红毯上摇曳身姿，奈何镜头的机位太低，她赶忙用水晶遮挡。关晓彤遭遇了大风，裙摆一直随风飘扬，开始的时候她还一直捂，仔细一想有打底裤，彻底放飞自我。张希文本想好好秀下身材，奈何风太过热情，裙摆瞬间被撩起，张希文手忙脚乱的捂裙摆，死活都不敢松手了。杨颖露背高开叉太惊艳，后背紧靠一根绑带固定，两手紧捏裙摆两侧，唯恐一不小心就走光。文咏珊的礼服第一眼看没什么，她一个转身就惊艳了，这大大的开叉只有两个控制固定，听到大家的欢呼她赶忙离场。林志玲要颜有颜，要身材有身材，一出场主持人就看呆了，裙摆直接开到大腿，走红毯全靠用手捂，这姐姐简直太敢穿。姚晨的黑色礼服太华丽，开叉太高显走光，拍照的时候连忙遮挡，这大腿肌肉太强劲了。你最喜欢谁的开叉裙？